大家好，我们是漫才下位哈，请坐起叫大家好，我的爱心吗？没错。嗨，今天的主题是祝英福后大喜利。耶！听起来很酷吧？啊，是什么样的游戏呢？回答必须要从这边抽注音符号，用这个当你们一句话的开头的第一个字。如果这个的这个是什么？就是呢或吁或分。这个都 lucky 的，很幸运 ，lucky card。从我开始的答案。没错。好。哇，很难呢。OK 那开始吧。好。第一题是，请问圣诞老公公的烦恼是？啊。是上面写吗？啊，好紧张。吃啊，吃来！你们是日文啊？是日文，不是改用日文吧？请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哦，给我按赞，小铃铛，お願いします。拜托拜托拜托！太多小朋友哦，没错没错，没错。但现在老公公不可以这样吧？太烦了，小朋友太多，这样的很不行啊！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啊，这个么吗？么或分 ？Lucky card。Lucky card。么麻烦。很直接的，很直接的，现在老公公。好不想上班的圣诞老公公。啊，11月24号，很麻烦，这样的嘛，圣诞老公好麻烦。为什么有两个灯？他骂得很累，是吧？这只是圣诞老公公的抱怨而已吧？为什么有两张车呢？没想到有两张车，还有一次吧？还有一次吗？先生，今天可以休息吗？是烦恼吗？这是烦恼吗？这是罢工吧？那就只要工作那一天，不是吗？只有一天而已，不是？还要工作，对，还要请假，那你的存在去哪？太过分，没什么存在的意义啊！小朋友在哭了。呢，我觉得你怎么觉得？呢，纳豆很臭，什么意思？他不喜欢纳豆。真的，我们家没有纳豆吗？就他跑来日本的时候，日本工作的时候，去日本的时候，纳豆很臭。那都很臭的里面不想去。他是台湾人。第二题，想要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理由是？宝贝。什么是宝贝的什么？什么？为了宝贝吗？是宝贝的愿望吗？宝贝。真的，后面比较重要。宝贝什么什么？还有老三。是。是世界上的很多人希望的事情吧？啊，这样太认真了，不行啊！好长，好长。对，你是世界上的宝贝的梦想。想要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理由是？无所谓。什么无所谓啊？很重要吧？对啊，我在问你话。喜欢足球而已。理由无所谓，对 对, 对，理由无所谓，就是要拿冠军的意思。是我已经救你了。好，想要赢得世界杯冠军的理由是吃好吃的卤肉饭。不用赢也可以吧？输的话变不好吃哎。哦，赢之后吃的卤肉饭是最好吃的，加十分。OK。哦。下一题。很可怕。第三题，请问今年跨年101决定不放烟火，它要改成为什么突然这个？什么意思？对啊，你呀、啊，轮到你呀、啊。泼。今年跨年101决定不放烟火，它决定要破坏的。破坏101的活动吗？就是每个会发一个铁锤，然后还是破坏101吗？啊。101。看到了。对呀，之后没有101啊，这就不用放烟火了。嗨，我老三抽到鸡，鸡排吃到饱。哇！我老101，101，蛮 OK 吧？对呀，就从这边再拉下去。是是是，101，多吃一点，多吃一点这样的。
最后一题，请问魔兽来台湾第一句会讲的中文是？哦，奇汉。是啊。为什么？这样要去日本吧？应该是从那边来的啊，所以搞错了的话，对。我做什么？什么好做？亚洲比较多，直汉了啊，这个是日本嘛？这样啊，被吐槽了，是魔兽，是是是是啊。好，我答反，我答反。嗯，资，总共多少钱？哦，你看这个，他没有去夜市，不是吗？他会去夜市吗？他要去买鸡屁股啊，是日常生活用的。好，你一起上。可以，抽到的是。太甜，哪一个太甜啊？是我吗？错了，是我哎，厉害呀！啊，他很喜欢我哎，我们会红啊！对，大明星了，大明星哎！他吃饭是叫你吗？啊，对，是，不是的，我不是吃饭，人家本身就是大，不是的，太甜，我是认真的日本人，喜汉的人，啊，果然是日本人，是的，懂了，嗯，了。老妹哦、啊啊、不要感谢、哦、应该蓝酒吧对啊怎么不是蓝酒突然认真啊萌萌曼德巴克的中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吧这个我是什么呢萌我与我和嗯妈妈咪呀这也是英文妈妈咪呀的中文是什么呢我的是续存吗呢、啊、好最后是很好的 ending、哦、魔兽来台第一句会讲的中文是棒球啊为什么是大犀利吧很好的 ending 大犀利是一定要回答很好笑的篮球选手第一次记得的是棒球是用 Pokemon 不行吗为什么突然这样对啊那个长得很认真对啊比较有道理的他没意思了那你的话拜拜这个是这个拜拜的我的比较大喜力吧我觉得拜拜比较好是是是为什么不行啊很呢 很累耶那三木，今天的感想最后什么意思？完全听不懂。哦。但是真的很好玩的。真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见这个中文，真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